为方便大家更加了解对 MOS 管的选型，今天 VB 给大家介绍一款 N 沟道 MOSFET 产品，型号 NTD50N03T4G-VB， 产品特性：额定电压 30伏，额定电流60A， 门源电压范围20伏V， 阈值电压 VTH 1.6伏，RDS on 参数。 在10伏下 ，RDS on 为10米 Omega 毫 欧； 在4.5伏下 ，RDS on 为11米 Omega 毫 欧。 这是一款 N-channel 沟道的功率场效应晶体管 Power MOSFET。 该器件常用于电源开关、电机驱动、电源逆变等领域的模块。 这就是 NTD50N03T4G-VB。 好了，今天 VB 的产品介绍就到这里。喜欢的话，大家可以点点关注。有任何疑问或者需要解答的，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。